Twice 的 Alcohol Free 在 Spotify 上面的播放量超过了一亿。2021年12月26日 ,Twice 凭借着他在2021年发布的 Alcohol Free 在 Spotify 上面的流量成功突破了一亿。这时他成为了女子组合第11首跨一流的歌曲。而 Twice 的另一首歌 The Fuse 今年也在 Spotify 上面播放量突破了一亿。有了这个 ,Twice 成为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今年发行两次突破一亿歌曲的 K-pop 女子组合。此外 Alcohol Free 现在是 GIP Entertainment 的在 Spotify 上面超过一亿流的第三块歌曲，在200天内实现。它超过了 Easy 的 Wannabe， 它在219天就完成了，并加入了 Twice 的其他歌曲 The Feels 和 I Can't Stop Me。